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you mean to me. Oh, Christmas tree. Honestly, it's never been much about you.今天这个影片呢已经是第23天了，已经接近倒数三天的这个状态了。我今天原本的行程是要去一趟大卖场，然后买一些明天交换礼物可能会用到的食材或是饮料零食等等的，但是呢后来我想一想，我一个人去好像也一定会忘记要买什么东西，因为我的脑子现在其实完全想不到我去那边要买什么，所以我就决定等明天我跟 Nixon 跟808一起去大卖场，我们再来一起看。今天晚上的话 Nixon 跟808会住我家，然后我们等一下晚上会先去吃个晚餐，然后今天就是下午专心在家里剪片。哦，我昨天不是在包礼物吗，然后我的礼物包完之后它长这个样子，然后就一直左思右想，想说这个东西拿出来会有人想要选我的礼物吗？因为我们预计是会想要把礼物都放在那边，然后让大家去挑选，比如说我上面写一些形容词，然后让这个顺序的人，比如说我抽到一号，我就可以先挑礼物，我就看一下他外面的形容词，决定我要不要拿它。然后最后一个人呢，他可以选择要跟谁交换礼物。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游戏呢，顾名思义就是你的礼物要看起来很大，然后大家选的礼物。那我这个礼物看起来超可怜，所以我刚刚在想我要怎么办。我就想到一招，就是我拿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盒子，然后把它装进去之后，再包装那个大一点的盒子，让这个礼物看起来是大的。不过只要有人碰它，或一拿起来，它就会破功，因为它会超级无敌轻，而且我觉得很好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装起来。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我完全不会想去挑它，我感觉是最后一个人会拿到它，然后拿到它之后还想要跟其他人交换。好，就这样，这是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在想的东西。我现在真的要认真来剪片了，我这个影片应该也是会剪个两三个小时。我刚把影片剪完，然后现在在等上传。刚刚一剪完影片，我就整个肚子超爆痛，跑去拉肚子。然后现在拉完之后呢，我要回来包礼物了。我刚才想说要不要不要再包了，然后后来觉得说不行，我那个礼物真的看起来太可怜太小，但明明就是一个很赞的东西，我不让大家因为它的外观就不选择它，所以呢我要把它包起来，用这个昨天开箱行事历的小纸箱，然后我应该会把那个小礼物粘在里面，然后再把它整个外面粘上包装纸，这样子就会看起来假装它很大。我发现如果我用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把我原本包的这个小礼物还有它的壳一起装进去，但是我可能也要把壳包一包，不然他们只要一掀开这个盒子就看到这个 AirTag 的壳了，就直接用我昨天同样的这块包装纸。好了，完成。我现在要把他们两个粘进去。嗯，这样子打开超可爱的，包厢要这样子粘比较会稳一点点。那我就用胶带，然后贴那种双面贴的方式，就是绕一个圈，然后贴上去好了。这样应该不太容易松掉吧。很可爱吧？这个收到会开心吧？还是还好？打开的时候想说，哎，怎么那么小？好，然后接下来我在上面写个字哈。Step one。Step two。给大家看一下我写了什么东西，很可爱啦。接下来呢，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部分，其实也没有到很复杂，就是要包装起来这个。我希望我这个包装纸够，应该是够哎。蛮刚好的哎，我们看，我剩下这个包装纸，如果把这个盒子包起来的话，
是蛮刚好的，还好有买那么大。我的礼物已经包装好了。哎，大家，我已经准备好出门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穿什么。我今天带了一个黑白格子纹的发箍，它是这种绒面的。然后衣服的话呢，里面这个内搭一样是 Uniqlo 的，然后外面这一件它有一些特殊的花纹的毛衣，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V 的领口，这一件是来自 Morgan 的，我觉得它颜色非常特别，是那种灰绿色的感觉，不是单纯的灰，也不是单纯的绿色，非常复古的颜色。然后这个纹路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特殊麻花纹，我非常的喜欢这件。裤子呢是前阵子有在网拍开箱跟大家分享过的 Wawa Korea 的裤子，就是那个旁边这边有拼色的设计的裤子，它是蛮宽的直筒裤，我穿会稍微有点落地，所以我有把它卷起来。包包呢大家应该都看腻了，就是这个法国的小众品牌包包，这件，这个我真的是超级无敌常背的。我现在要先去东区那边，然后 Nixon 他是七点下班，我们订七点半的餐厅。我刚跟 Amanda 还有 Selina 在那边聊天，聊我那个开箱影片，讲了一大堆吓死。然后结果呢，我就下楼准备出门了，发现我相机没带到，我真的是，如果没带到，我真的是会疯掉哎、欸。好，一定回来拿了。我正式的要出门了，各位，我真的太衰了，我的卡夹就是好像有点松，所以我的那个领钱的卡就被我忘在家里，然后现在身上完全一毛钱都没有，我要怎么搭捷运啊？我真的是，怎么会这样？也没有我的健保卡，我的身份证，就是没有我的提款卡。拜托拜托拜托，里面也没有钱。怎么办呢？我身上真的是完全没有钱哎。决定跟路人借钱，然后再转账给他。有吗？有吗？他本人在里面。好好好好，那没事。拜拜。好，拜拜。紧急的打给我妹，叫她帮我看一下我昨天背的那个包包里面有没有我的卡。结果呢，她顺利的找到了，虚惊一场。因为刚刚原本 Nixon 他们都叫我赶快挂失，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是丢在某一个地方，我应该没有弄不见，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就赶快叫我妹帮我找一下，现在包包里面有没有。好险还有。然后现在已经到国父纪念馆了，我们约在二号出口，今天要去吃情味馆。我刚跟路人借20块得到的单程票，但他说不用给他了，我就一直想要塞钱给人家，然后最后他还是不让我给。耶、我们经过后号以前的酒吧。蜂蜜绿，蜂蜜绿，那我要你要吗？好啊，那是英国的，那是一个公杯，那你们就自己分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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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啊，那就先这样喽。嗯，那我再留一个吧，因为我先留给他。好好，谢谢。大家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呛酸土豆丝，野莲跟新疆香酥羊肉串，谢谢。我们点了水莲，然后还有一整份羊肉串是8只。他找不到我们。
这样也能吓到。你要进来吗？难怪你们没点饭，那还要三碗？可以，好雷啊！这个真的超好喝的，我随便乱点的，然后意外的超好喝。它完全不是蜂蜜绿茶，它是蜂蜜柠檬绿的感觉。今天随便点的菜跟原本都会点的菜，全部都超好吃。这边还有一个火锅还没上。我觉得这次呢，点到非常惊艳的东西就是这个绿茶，就是它，然后还有那个很宽的表表面，跟惊艳鱼片，我也觉得超好吃，我现在没吃过鱼片，水莲我反而觉得香型。我还点了一个牛肉锅类的东东，就正常发挥啊，没有到特别好吃，很清淡，普通，很清淡，意外的很清淡，只能说这个必点。我们的甜点来了，这个超级好吃，里面有包乳酪。我们现在要先去面交羊肉串，然后等一下呢要去书局找一个就是可以喷白白的东西在玻璃上面制造出假雪的那个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它的全名到底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呢刚刚我们去保养的时候， Nixon 就问那个店员说，我想问一下那个喷在玻璃上白白的东西很像雪的那个东西这边有吗？然后那个店员就说，哦，有啊有啊，在最后一个架子那边。他们走过去发现店员以为他在说清洁用品。 Nixon 之前问好像一月才能买到，结果我们来这一间他这个月就有。 Nixon 的脸因为没有选野口，所以他很不会送。有啊，我选野口啊。我以为花轮耶，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讲话？虽然我已经选好了，但是我还是在 IG 上面问大家要哪一个。天哪，哇，好可爱啊。后面就会有那个叉子跟蜡烛。好，花蕊。好，谢谢，我选它。你是花痴。那稍等一下，去帮你拿巧克力砖。好，谢谢，太可爱了，哎，很精致哎，我吓到了。你看这个表情，看起来很不想被买走。那小丸子看起来有比较像吗？好吃。我们来拍一张封面照。我是小丸子，你是花蕊。那么贵屌啊，你们觉得那么远。好，感觉很好玩。对啊，好看，这个光亮，哇，哎，真的哎，而且这里皮肤很亮，你看我额头是亮的，皮肤看起来很亮，为什么亮？你的刘海遮到了，好大一个，好可爱啊。我第一次吃这个，对啊，我也是，我以前小时候超想买，我也是啊，我妈不肯买这个。完成小说的梦想。Switch 我妈也以前那种 PS4 她也都不会买，真假的？是长大自己买。自己买。我家都没有，我家连Wii都没有。我家也没有Wii。谢谢。你那样会比较重。对，我还没结账。还没有，你想拿先走了就是。嗯。哎，那是包包。你要不要走了？我们两个疯狂回去再看其他东西。刚没多少啊，真的，我们真的疯了，耶！来买一些小东西，这太可爱了吧！打气筒，你知道打气筒？打气筒好像有打篮球那种，打气筒很便宜，已经变成那么冷门的东西了。这已经不是放在门口了，你知道吗？超可爱，可是他有卖那个吗？就是做好的，做好的形状。对啊，他一直在这边买了一些头饰，感觉很适合放在桌上哦。找到了哎，它每个都一样吗？好像不一样，这是迷路。哦，这个也是雪橇，好，那就这个就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来喷我们的雪了。哇哦，这感觉被踩到过。各位，你们看一下，这上面有一些就是被脚踩过去的痕迹。
笑死了。我们买到过程包。干他们买2018年。哎，我整个笑到不行哎！我刚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太幽默了，天！怎么这么解啊？哇，这什么好看的衣服啊！超烂的置入！天哪，这是最新的刺绣 T 吗？难道这个是现在直到1月3号23:59都会有优惠的衣服吗？天哪，这个花难道是花吗？白痴，让大家以为是2018年拍的影片。欸、好，那不要，好烂、喔。好的，那我们先来喷这些、欸。对啊，这些还可以吧？这个，我想要喷叮当的，我想要喷这个或圣诞树。好，我们可以多喷几个。我想要喷玉姐。你们看 Nixon 贴的，根本春联哎、欸，这个超不好看。哦，可以。哎呦，好，谢谢。太水了是不是、啊、我知道了，因为有人想看。哦，对，这样。哦，对，他可能他问太多，他刚刚是可能上面都是水。哦，可以。哇，好，成功了。这个纸会湿，这可能要赶快喷一喷。好啊，我觉得雪花可以多一点。你听得到吗？可以，这高度应该 OK。再咬一下。现在感觉超会流。我觉得是它的喷雾有点不是很好。哎，你看，喷水。The most welcoming child, and every year. 我买到瑕疵品，他还没喷完一个圣诞老人就没了，太烂了吧？怎么办？我们再弄最后一个圣诞树应该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喷雪已经用完了。笑了。你要赶快喷，就是对。好美，好，就这样。可以，好。再远一点。你们这个人，因为我不会喷啊。哎，快没了，再远一点，赶快。哇，它好少哦。真的没。这一罐多少？60吧。没了。那这样你要快一点，你在那边玩，不可能，好烂哦！可是它上面有缎带，君君不要咬哦，断掉缎带，把它剪掉。不要，好，那你不勒，拿过来。我只是包起来，想要让大家有拆礼物的感觉。然后我包啦，我真的不会，我包得很丑。我现在教你包没，你就跟我学。好，现在把礼物放在中间。我是 Next Time。可以不要打开了。同学 ，Really bad。对，好，就这样，不要动了，然后我帮你剪。啊！好，老师，你把我的礼物回了。进去。哈哈哈哈哈！在我脸上。哇，有 feel。然后这边要拉一下。好的，我贴一下。你这样进去。哦。OK， 好，我们试一次。对，我觉得他把你留洋。君君走开！你要干嘛？特别的礼物，不是的，好友。然后这样子，哦，留下。这样的礼物，你确定你会吗？你把我包的那么烂，你自己都包的这么好，太夸张了吧？你心机好重哦。你自己的包都精美的跟像成品店员包的一样的包都在乱搞。我的收边也没有收很漂亮，没有对称。我们不用再比了，都没有比他烂。你的礼物嘞？你看他包的有多烂，快给我拿出来。你们的人会太大了。你们一定很爱。我每天都这样讲。大家都可以闭嘴。大家都觉得自己礼物很赞。这什么？每个都好大哦。好的，大家敬请期待。你们觉得？啊，我觉得你好像很屌，我想要抽到妹妹。这里面最厉害的。妹妹，那个是你
大学的作业。我想抽到谁的？各位，我们的四个礼物已经到齐了，是这个位置。可这个位置也要坐人，还要再短一点。对，也可以。来了，剪断了，蛮好剪的。大家晚安，晚安喽！我们要睡觉了，明天的交换礼物见。If only I could turn back time, baby, I love you, I miss you.